为什么柯文哲你在担任台北市长的时候竟然可以史无前例的全台北市唯一一个竟然让金华城根本没不具都市更新案件资格的这样的一个改建案取得破天荒全台北市最高的840%的容积，甚至违法自行创设20%的容积奖励来送给这个威金集团的金华城，超过5000平以上的楼地板面积哦，是平白无故就让财团来入袋，那很明显这已经涉犯了这个图利的相关罪嫌。那我们看到从这个过去5月开始一直到这几天，包含台北市政府在柯文哲时期的公务员都发局的官员，一路到前台北市长洪振声，再一路到当时都委会的都审委员，这几天都持续的被检调来约谈。那我们看到前台北市长和前台北市副市长洪振声也被检调，以涉嫌图利罪嫌重大的原因来去限制出境。所以可以看到在这个案子上法律沉醉的部分其实嫌疑是越来越重，所以这部分我们请简淑培议员来为大家报告最新的状况。过去柯文哲曾经讲过，贪污来自纵容，长官不可能不知情。那台北地检署星期一已经以被告身份来约谈前副市长洪振声，经过3个小时的询问之后，检察官认定洪振声涉嫌重大，以贪污渎职来限制他出境出海。那2020年柯文哲说贪污来自纵容，长官不可能不知情。那可是洪振声已经以被告的身份被检察官限制出境，可是这两天我们却没有听到柯文哲柯大炮，号称最清廉的柯文哲，针对这件事情有任何的说明。我们要问问，为什么柯文哲这么安静？彭振声是跟了柯文哲8年，从公务局的局长，后来被柯文哲升为副市长，是柯文哲过去在台北市最倚重的副市长，最倚重的人才。他现在被认为是贪污的被告，我要问柯文哲，你为什么这么安静？如果这个案子是发生在其他的政党，我们都可以想象柯文哲的嘴脸已经不知道准到哪里去了。但这个案子礼拜一彭振声被列被告，现在更有消息传出来，这个案子直接已经列为侦治案在查办。柯文哲为什么那么安静？我认为有几个原因，是因为包含金华城、包含北市科这些柯文哲留下给台北市市民的烂摊子，检察官的侦办、联检的侦办越来越接近核心，而这个核心就是当时的最高行政首长柯文哲，直指就是柯文哲有可能指示相关的人等来办。彭振声说有经过专家学者会议，所以才能够驻金华城取得840。那在专家学者会议里面，不管是府内的单位、台北市政府的公务人员，或者是邀请来的学者专家，全部都说金华城不是都更区域，引用都更容积奖励治法性有疑义。为什么柯文哲还嫌？而2020年12月12号这一场会议之后，金华城就在送了都市计划案的申请到都发局，都发局就把它作为都市设计审议都委会的这个计划变更的公告，从底下一路签到彭振声，彭振声认为有问题，而柯文哲居然亲自签合。柯文哲在签合的过程当中，我们刚刚所讲的这个10月12号的专家学者咨询会议的结论，其实是有一并付给柯文哲的。但柯文哲没有看到专家学者反对吗？为什么居然还同意金华城可以比较都更区域去获得20%的容积？
彭振声现在都被列为被告。当时用亲签帮助金华城取得28%的都更荣奖的柯文哲，被检察官约谈的时间应该也不会太长。